印度媒体发文表示，中国出口给巴基斯坦的武器遭到了巴基斯坦军方的差评，性能之差已经严重影响使用。那么，印度媒体如此说辞又有何证据呢？来看详细情况。Hello，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妞。根据印媒 IST 报道，巴基斯坦军方对于中国生产的出口武器运发不满。 中国武器广泛的质量和故障问题引起巴海军的抱怨和批评。巴基斯坦海军已经通报了中国国产直升机出现的零部件问题。巴基斯坦军方在维修问题上严厉批评了中国制造的直升机。据报道，巴基斯坦之前购买了中国的直九 EC 直升机，这是一个特别为巴基斯坦海军和空军制造的衍生型号。然而，巴基斯坦购买直九 EC 直升机。 没有得到中国供应商的充分维护。按理说，巴基斯坦购买的直九 EC 直升机是高配版本，具有雷达搜索、低频声纳、雷达预警接收器和多普勒导航系统的能力，专门用来收拾印度海军的潜艇。但是，根据印媒在线的一份报告称，由于中国直升机的维护不力，巴基斯坦将无法对印度潜艇构成威胁，直升机无法发挥完整的战力。 直九 EC 直升机的问题在于中国供应商给予的维护设施太差。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直升机是由中国哈飞制造的。巴基斯坦海军也和其他军种一样，由于巴基斯坦与中国建立了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巴基斯坦是中国武器外售军火的大客户，小到步枪，大到水面舰艇，基本上无所不包。巴基斯坦海军刚刚从中国引进了新锐的零五四 AP 护卫舰。 该型排水量四千吨，是目前巴基斯坦海军最强大的水面作战舰艇。此前，巴基斯坦还采购了中国的 f r p 护卫舰，可见巴基斯坦水面舰艇作战部队俨然就是中协军。然而，巴基斯坦并未在装备中国军舰后感受到喜悦，反而因为中国军舰故障百出而恼火不已。因为这些中国产军舰在子系统上存在不小的缺陷。 此外，这些护卫舰也没有在中国供应商那里得到适当的维护服务。印媒认为，这并不是巴基斯坦第一次批评中国出售的国产武器。二零零九年早些时候，当时的巴基斯坦海军参谋长诺曼·巴希尔上将曾声称，巴基斯坦海军在短时间内面临直升机故障的严重问题。根据新闻报道，巴基斯坦海军面临的严重问题是尾翼叶片的故障，这直接影响了直升机在空中的飞行性能。 报道补充说，如果直升机的尾桨叶片功能不好，它就会突然做出不受控制的摆动，并可能对机组人员构成危险。其次，主旋翼叶片的寿命极限为三千小时，然而由于海水造成的严重腐蚀，其中一些叶片被提前更换。在二零一八年至二零一九年期间，中国国产直升机刹车分配阀故障，导致直升机在着陆阶段也出现了几次爆胎。 不得不说，也难为印度媒体费心费力的天天给中国外售武器找这么多黑料了。实际上，也就是天天见印媒报道中国武器的质量问题。网络上常见的都是印媒对于中国武器的诋毁。那么问题来了，既然中国武器质量问题不断，为什么巴基斯坦官方或者是媒体并未通过公开渠道发声呢？反倒是印度媒体对此乐此不疲呢？而且，按照印度媒体的说法。 既然中国外售武器如此无用，并且故障率百出的话，为什么巴基斯坦三军到现在还在采购中国武器，并且不停止继续订购呢？以巴基斯坦目前的经济情况而言，根本不可能将其有限的军事预算都投入到购买问题武器的支出上。而且，一美反复提及的点都是巴基斯坦购买的中国武器在中国供应商那里并未得到适当的维护服务，这一点就更扯了。 现在中国军火武器在国际市场上声名鹊起，靠的就是良好的后续质保服务和武器性能优势。如果将武器出售给客户便不管不顾，那么这样就是在砸自家的武器招牌。中国军工可没有印媒想象的那么愚蠢，因此印媒的爆料真实性存在很大的问题，很大的可能是完全的胡编乱造，想方设法的抹黑中国国产装备。 实际上，印媒也不是第一次这样做。早在此前，中国参加马来西亚战机竞标的时候，印度各大媒体大放厥词，称印度的光辉战机击败了竞标的枭龙战机，并且获得了马来西亚的首肯。但是最后核实，马来西亚并未宣布竞标结果，而且中国并未派遣枭龙战机参加马来西亚战机竞标。由此可见，印媒可谓是老毛病又犯了，天天造谣。 实际上，印媒宣称的中国国产武器问题，就是印度国产武器的自我真实写照。印军直升机、军机这几年频繁坠毁，海军航母起火、军舰侧翻，种种问题说明印度国产武器装备问题重重。在这种情况下，印度是如何做到脸不红心不跳的编造中国武器质量问题，并加以指责的？